麦桂林、赵今麦主演的初恋那件小事正在热播中。林开拓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叛逆的孩子，他从小因为喜欢父亲，母亲却非要和父亲离婚，他很不开心。后来母亲又再婚了，他也不开心，所以他就一直叛逆着。这不多年后，看到老爸被人追债，他以为是父亲做生意失败了，还想帮老爸一起还债，核心气急说出了真相。他说林开拓的老爸当年整天赌钱，他妈怕他教坏开拓才离婚的。开拓终于醒悟了，他后悔自己冤枉了老妈这么多年，后来又发现他冤枉了核心，他就想着找核心道歉，核心却拽起来了，因为他觉得开拓眼瞎不喜欢他，于是开拓醒悟，开始倒追核心了。梁又年看后乐了，他觉得核心才是最适合开拓的人，这样淼淼就是他的了。但是淼淼却一脸的不开心，看到好闺蜜核心都收获了爱情，而自己的白马王子还在爱情外徘徊呢。这梁又年什么时候能开窍向淼淼表白呢？想要了解更多，就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吧。